Hello， 小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百变玩具屋》。本期节目，我们的小猪佩奇和小智猪为我们开箱我们的玩具。那么看一下，我们这边这是我们的玩具，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配件。我们现在一起来和我们的小猪佩奇来开箱我们的这些配件，一起来和我们的佩佩猪和乔治猪来制作我们的玩具彩泥蛋糕。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模具，现在用我们的这些模具，就是我们的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花朵型模具来制作我们的蛋糕。把我们的这些零件开箱，放在我们的蛋糕上，这是我们的黄色彩泥。现在用我们的黄色彩泥把它用我们的模具固定好，取出多余的彩泥。这是我们的蛋糕模具层制作完成，现在把我们的蛋糕取出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蛋糕。蛋糕制作好之后，在我们的蛋糕上面放上一个绿色的彩泥，制作好之后，在我们的蛋糕上面来放上我们的配件，这是我们的水果。这是我们的巧克力爱心巧克力，还有草莓，
这是我们的蜡烛，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制作好的这一款彩泥蛋糕制作完成。现在我们一起来和我们的佩佩猪和乔治猪分享我们的这一款彩泥玩具，我们就为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